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飞，起床了。哎呀，哇，睡袋全湿了，这里全湿了，因为里面比较暖，湿的全部都垫在这上面，全都是霜。看一下我的电源，昨天晚上是100%的电哈，现在还有88%，88%用了12个电一晚上。这个电源的话，差不多能用4天左右，4-5天吧，5天左右。户外正常用的话，昨天只是充了一些设备，充了这些。这个冬天冻的，这相机有点充不进去。昨天晚上充了一夜没充上，今天早上我拿到书袋里面暖的才充上的。手机也充不上电了，都冻了。哇，出太阳了。眼睛肿了，现在理塘县的温度是-8度，最低温度-9度，最高温度8度。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哇，晒晒帐篷，全都是水，开始化霜了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卤蛋哥出去了，他说今天早上跑步，可能去周围的山转一转，好像是在那里，看见没有？帐篷外面还是有点冷的。我不是不去跑步哈，我是等一下帐篷收一收，晒一晒东西，我就要蹬自行车了，所以说我早上就在这边稍微休息休息，把东西晾一下，等会儿咱们就继续出发，出发坝塘，加油。鲁南哥这边刚才出去一趟，接了一点水回来，昨天晚上这个都冻上了，蹦蹦硬，晒晒就行了。桶里都冻上了，烧点热水。卤蛋哥炒的米饭，昨天晚上我们没吃了剩的，这边还要煎两个鸡蛋，等一下就能吃饭了。这个背包坏了，这个掉下来了，缝一下。这个也有点开线，把它全部补一下，要不然包只能开着口了。放在里面动不了呀。加油！
先晾着哈，这辣椒都让生姜给泡了，泡坏了。那个生姜一冻嘛，出水，所以说放包里也不好，直接就让挂这里吧。我的装备都已经全部收拾完了，卤蛋哥在这里剪微视频，然后太阳能充回电，我就先出发。他摩托车快，我走个几十公里，他嘟就到了。我出发了。出发。行，我先往前面走。行。好。你们家狗咬我轮胎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咬我轮胎。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狗腿给你打断。我去，哎，还跟着我咬。我靠，刚才咬我轮胎。这就叫狗仗人势，
轮胎咬坏了，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没有风，现在下午顶风，可能是山谷里正好是个风口。2多公里了吗？啊，我看风也挺好的，刚要喝点东西。现在身边都挺好。那结冰了，上面全部。不知道是冰还是水，咱一闪一闪的，对，前面的速度快，一闪一闪的，可不。太干了。一薄吧，你吃点薄，吃点薄。这是融融的。你上。有什么？知道吧。那吹块这个，那里还得卸了，有点点，好。那吃了就跟那种，蛋糕夹那种，不是里边冰似的，那个味干，太干了，还行。咱们也出发了，无量沟国家地质公园。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滴滴哩哩滴滴哩哩存在，捡木头了，准备留着晚上用，路上看看有的话再捡，零零散散的哈，没有大面积啊，好多木头都这种碎的。好难找呀，这个木头。这一路没有多少木头，找了一点点今天。从哪来的？我是山东的。你们打算进藏？进藏。现在放开了。这个能长时间吃，它你放一个月两个月它坏不了。不是，我吃的还真有，大哥。你拿着吧，兄弟，拿着，万一用着了，一会那个。谢谢了。不客气。
这放一两个月也坏不了。我看看你是在直播吗？没有。我没直播。对啊。我已经在直播了。没有。我说看你是急着要去玩吗？嗯，进藏。哦，谢谢了哈。哦、没事没事，不要客气。一天骑多远？三四十公里，反正我就是主要是拍视频记录一下。那你在哪儿住啊？我老乡，然后在那位置，哦、等会我去露营。啊，搭帐篷。对。你们有没有轮胎什么的呢？备胎什么的？备胎的话，我是在县城那边的时候刚换的这个，刚换的新的。这个辣椒是吃的用的是吧？吃的。啊，是用来吃的。前两天放包里和生姜放一起泡了嘛，哦、生姜一冻出水，然后我就挂上面去了。你不需要吸氧是吗？骑行的一般用不到吸氧。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没有了，俺这个就太谢谢了。有那就有活动经费吗？有钱吗？有。不是，我都有，谢谢了大哥，真的都有。看着很年轻小伙啊，有前途有前途。慢点啊。行，走一路注意安全。哎，好。那个房子能住吗？那个估计厕所。厕所一个门吗？那个小房子门也开不了门。你在那打醒，那干净。我那会儿在那搭那个草上。你已经搭上了吗？啊。在那边。啊。行。我都没搭。可以。这边草太挺的劲。不过下午风小了。这是景区。这属于摩崖草原的一部分。对。这个啥？牦牛肉。那黑龙江大哥给了一包牛肉两瓶水。今天晚上会加餐了。今天晚上在这里露营，鲁蛋哥也过来了，我们扎在这个河边，中国六大草原之一毛亚草原。帐篷已经搭起来了哈，就搭在这个河边，离河边很近。明天早上一开开帐篷，哇，蓝天白云加上小河。行，先这样，先弄吃的哈，现在已经不晚了，差不多快7点多钟了。先把柴火劈一下。哎，我那边没有水了，来鲁丹哥这边借点水。你这边够用吗？这边够。够那一个菜。行，那我倒一点。米饭咱又不蒸了。我那边下点面，等会倒一点点就行了哈。水不多。这个辣椒。今天晚上要吃了，不吃冻烂了，啊，这样了，结冰了。哇，边切着边上冻，全是冰碴子。哇，太冷了，这个是边切着边上冻呀，那水直接结冰了。把炉子升起来。哇，这是，我去，我洗了个辣椒，锅上冻了。
你这有多冷吗？蛋糕，你这有多冷吗？我沾了一点水，我一摸锅盖，手沾上去了，就这么冷。这个面已经下上了啊，等它开锅就行了。开锅了，可以了啊。这个火呼呼的，真旺呀。把这些木头哈、没烧了的拿到卤蛋哥那边，然后今天晚上烧炉子，烧炉子暖和呀，脚都快冻掉了。把我的面还有这个辣椒炒鸡蛋端过去，去他炉子那边吃。我们进帐篷吃，因为外面哈滴水成冰，看见没有？太冷了。今天晚上还是蛮丰盛的哈，切了个鸭蛋，一个辣椒炒肉，一个这个腊肉，下了一锅面。我们还有那个饼，不够的话就吃饼就行了。我吃饼。对。喂，你是多弄点儿？还不少，我还吃点冰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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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的，快够够够够快快快够了！你看你这个客气，来，过过，行行，吃凉了又。来不要，等会不用来加炉子。嗯，鸭蛋真香。嗯。这面条可以啊。什么没放？清水面。可以，很筋道的面。看我们两人吃的多干净，干干净净。干干净净，好吃啊。这个炉子确实暖和。等会喝点茶，然后在这边回去上我帐篷里睡觉。嗯，卤蛋哥让我在这里睡，那里睡，我感觉我还是回帐篷吧。睡得开又不是睡不开，你回去睡你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回帐篷睡。山东人都犟是吧？喝点茶叶，等会我回去剪视频，剪视频。你在这剪不行啊？没事没事，我回去、喝点茶再说吧。你在这剪，你回去你犟就，马就开。哇，睡觉了。哇，今天端那个面汤，吃了一身，吃了一身崭新的裤子，还能穿点面汤吃一身，我去！今天晚上有点冷，看见没有？上面白晶晶的，这全是霜。今天晚上实在是冷，睡觉了。今天晚上这个摩崖草原海拔4100。还是有一些冷的，今天晚上真的是滴水成冰。我就是手上沾一点水，放在这个铁上，噔就粘住了，就这种感觉。行了，明天见。